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昂，我是一位单车运动的爱好者。可是近年来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在家里面运动。BH 的 H917 助旅实控飞轮车呢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的伙伴。骑乘位置的部分呢，它是采用4D 的调整设计。那除了可以调整座椅的高低和前后之外，它把手也可以调整前后和高低。那在骑乘位置上面呢，它也完整的还原了这个公路车的设计。那除了有这个平路巡航，有这个登山爬坡，还有这个冲刺加速的这个把位，让你可以根据你的课表去做调整。而这款飞轮车呢，主要是透过阻力的调整及 RPM 回转速来作为训练的依据。它的机身呢，主要是采用这个抗腐蚀的高刚性的钢材及防锈处理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它会被你的汗水所腐蚀。那这款 H917 助理实控飞轮车呢，非常适合想要居家运动的人所使用。 BH 的器材呢，也通过欧盟 CE 认证及各项的国家认证，所以就让我们一起挥洒汗水吧。